你想着你去接他这边的洗脸餐，我去接。在哪的？乐乐那哈，小胖子那个，啥？他这边的。不行，我刷完再来接他，我去接。晓得乖吧，我挣钱少给，给上盆生那货，我都知道拼多少钱。就这小区的，那个领头的那个。那个超市是在小区里的。哎，原先你说整天找到学习是不是？他是老唐的副总监。老唐，唐的。不少手机店，反正都是跑腿。能吧，我再开会空调。开会再关上。
还不唯一呢，那就关上。还可以。要不卷冰箱？不卷冰箱。搞那个品还蛮贵贵的，唯一的品，100块钱，一斤哪那贵？我原先想着一下子掉到65了，是吧？是，你就在一块两瓶啊？嗯。剩一杯了。那上回给咱这换就一杯了，我一天嘛就他一杯了。品牌的，你送的，还没有便宜。现在那六七十、七八十，刚才最贵的80，便宜就到六十。啊，人家觉得那个，我现在那个最正常。平时那是。嗯，那人家管不说，我头一回下三哥换的，啊，一百七，这有一百，有一百七的，有一百四，我换一百七。第二回我上。上人那个上三哥也那个花一杯三是吧？第三回我上你这来花一杯了，这回我又来了，哈哈哈我看着换好的跟便宜都一样，我感觉，现在得剥皮市场去，肯定走。就是收货的一个单呀，嗯，是2块钱捡的这三个，他好像好上咱家了，是以前来过的，前面的，另一个好上咱这，然后又上三个了，不是那，现在好甜嘛，他不是上三个，不是那，昨天那个差了七，你收的多少钱？收了107啊，收107给106，那甜么了还？那那瓶那个90。哎，就是啊。嗯，不单我给说一杯子嘛。嗯嗯。一杯子，我先单说一杯子呗。嗯、你没看我发说一杯子是吧？嗯。我那片就一杯子，我说，我说你那个一搞一杯七，还给那些的。有他上咱这咱都收不一杯子，咱都收不上。嗯。单我也不给加五十呢。嗯。那给才给加五十，要不单上俩挣个五十。嗯，有些人他觉得他家不便宜，要不今天人说，那咱刚看门口大搞批发的也不便宜，所以我说他房租贵，人工贵的，我说人光干活了吧？他说不是的，这给我呀说，我的厂子说批布我都拿来我自己接，这一批接着一下就剩10块钱，我得给干活5块钱，我还挣不回来。哎，呵呵这是我自己干，我哎，我卖时候说我便宜2块钱，我都能卖的，是吧？是啊，他这个功夫像他自己干的。哎，他因为干还有人工，说这换那一瓶他得给你点吧？是的，他自己说得给你20块钱吧的。我说俺这个自己干，俺自己挣了呢，多少无所谓不？不得了，平常你试试说，我不吃货。今天差了不卖自己，我去一个。今天那时候拿2个，又返回来一个。嗯。
什么嘞？那个，你看我这个屏幕就是不动的，就能是还能是那个线子断了吗？就不动了，就滑不动了。就那使的使就这样了。啊，就使的就这样，就正常使的这个，就这样，哎。他那个，昨天我正常使的哈，就手机从就自己动了，从这什么都自己动，哎，过么子就行了，也过哈，就行了，就你这哈，屏幕这就解不开了。你看我在这怎么事儿？我在我手机上一控制了，哎呀，就什么都自己都自己动，从就自己动，也不停了。我一寻什么乱七八糟，全自己就头大了。我给切开正品装装看看。嗯，有。哎呦，那屏毁了。就是屏的事啊。哎，你屏掉下来了，不屏毁了吗？就屏的事啊。屏毁了呢，咱敲着关吗？啊，咱要关啊，是吧？你要也不行。我给切开看看。啊。我估计。啊。我估计屏毁了，你屏不掉下来，我切开重装关系。早就开掉了，我一弄就找这个套卡子。开掉你来呀，我给整整，你也不能这样使，我给。嗯，他是不是就跟屏不行了，还能连得成自己动弹吗？我自己动弹哪短路了？哪个短路了是吧？嗯，应该是哪短路了。啊，成自己动弹的，我在那家里，我一看，我手机叫谁控制了嘛？成自己动弹，我得吓毁了，我赶紧把卡抠出来了。谁控制的？谁也控制不了。就哪个短路了，应该是哈。嗯。拆开，从头装装看还行。要是屏毁了，这有货有货吗？有，换个屏去，屏毁了。啊？屏毁了就换个屏去。啊。手机修好我了，你看，一年了。啊。你不会修手机？哎呀，我给你换一个的，我想想看，我看上去是上你这看着能修吗？能修先上，就先试试。咱修修你成一年。是啊。嗯。咱修成一年。那你一买一年有工钱，就给我了。哎，对，哎，就是这样。你留你放你就放下，你这个怎么还不舍得？那里边那还有照片啊，谁你说这事儿？嗯，是，这是东西。贵城市呢，过年啊，贵城市，我
怕会不会觉得质量真好。为我的说。嗯。是好念不会。啊，反正就是这他在哪个山上什么都修。嗯。我学过几个你上啊，那里边掉粉上啊，是是会的很少，那就不动了啊。这个插了叶的片呢，我得试试。插了叶是吧？嗯，平时不平时也不会不动。今年五六年了吧？啊，就是。人家胡丁，就是随岁了，换也换了。嗯。一开始我走了，到那忽然伙计说你修手机过后，我这才知道。啊，是的，他啊，他走，他不走那个事儿嘛，他不回，咱也不打听收收借的啊。是的，这俩好，那都是好念念，我不回。不回他不上，这不是，是业余咋的啊？是的。你是好念，是个手机。这个手机是好年。这半天空调也不暖和的，那多点绝冰呀。行，就该平时。那就平的事哈。嗯，换个平。行。这不都平了啊？哎。正常了啊。嗯，正常。
平时就平时啊，就你说那个哪门端着过就是。嗯。你让我看，你摸不看，他那往那说线路不是那么细。是的，你往往都经点点小东西。有经点点。两个瓶多少钱？两瓶。可以买了。两个啊。嗯。两个，贵的也是啊。行，不贵，那个钱还行。两个钱一定不行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读书人了，接受来的。是的。我这啊。我知道读书了。啊。不值钱了，不如要花钱了，要不干活也行。是啊，别花了，咱特别一些害羞。是的，是吧？哎，人一听我这，咱都被人家添点事儿，又弄个这个。哎。喂。那个手机开机，他就到激活界面了，没有通知什么的。没有通知什么的。啊，你不说叫我通知吗？然后我。还就到激活界面了，但是我激活完之后，他那个桌面一直在闪。我想恢复出厂来，提示有账号。什么机子啊？用那个 R11 啊。有账号啊？哦哦哦！今天早晨那个。哎。他还有个账号吗？我要恢复出厂，他说得先联网，我连上网，他就提示有账号。现在那开机能进去吧？进不去啊？他进来了，但是他那个桌面一直在跳，他只要是在桌面的状态，他就一直在跳，不显示图标，就光跳。跳什么？然后我不是暂停，就给屏坏了呀。但是呢，你要进其他东西，你假如进个设置或进个什么，他就不跳了。你录个像，我看看是不是屏老化了要跳。他跳屏，他不显示录音，他是那个系统的事。系统的事。啊。他解锁的话，他跟系统哪有关系？他还原先系统啊。他进不去桌面。哎、没有桌面现在。没有桌面。你恢复出厂，你恢复不了是吧？哎，对，我要恢复出厂来，他提示有账号。那你不行，明天拿来我再给你。明天拿回去看看吧。好，好，行，你先研究研究。好。研究研究，不行的话拿来我给看看。好。行。好嘞。喂。哎，你好，师傅。啊。啊，你好，我就是那个什么来，前天就是说那个随后来你往往那是我侄女，她就去换手机屏那个。哦。那个我想问你的那个，我那个换手机屏，她就说那个这昨天晚上这新房的换上用吧，反正已经超过24小时了，30多个小时了。嗯。这换上用了，它光一闪闪的呢。一闪闪的。啊，什么？哪里一闪闪的？你说的？打就是接打电话的时候，咱那个屏就是一能黑一下亮一下，就是那种。不接打电话的时候不要紧。啊，不接打电话不要紧。黑一下亮一下。啊，对，他就说半天一能黑一下，然后又那个什么来又亮了。那你刚才还不动弹这样，你还闪吗？不动弹，我还没注意嘞，应该是我不知道，我没注意。但是就是我正好今天早晨这一打电话，我这都光闪的，我一闪一黑屏，一白屏，一黑屏两屏的，它也不是光闪，就半天闪一下，半天闪一下。
本他应该是个脸好黑，拿下来是背才对啊。嗯，他就是说那个什么呢，就是不光不是放脸上，不光不放脸上，就是光单的啊。他自动黑自动亮。哎，对啊。那你说秘境秘境六四八四精密精密看看小准下举例赶紧去。哦哦，你说什么意思？我看看，我记记看看会吧，要不会我就得拿姐姐你给帮忙跳哈。嗯，行。啊，你说的是什么秘境秘境得八号见面说。啊，就是秘好和景好是吧。哎。就是秘行好和景好。哎，行经行经两遍。哎，进两件。完了，六四八四。六四八四。完了，惊醒惊醒。完了，再等等。精密精密。再问精密精密。对。刚才是密精密精，现在是精密密精密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就是换过来了，是吧？哎，对对对。啊，然后再怎么弄？说完了，进去找那个举例那个感应测试。小准一下就行了。对，感应测试。对，嗯、小准一下。小准一下就行了。小准。哎。哦，那好，好，谢谢哈，我要弄不好就还得找你，我不会弄，哈，行行，弄好就对呀，啊，好，谢谢哈。啊，不用客气。好，谢谢哈，再见。再见。啊、好好。嗯。吃过超市，嗯，这确实好，这确实是，质量挺好，确实挺好，还是真实用。这就留脖子那点事儿，你说哈？就这点事儿，这东西就这点事儿。我那卡长，我卡长。啊，我卡长。我这长。Thank you.